晋 C 是哪里的车牌号码？晋 C 是山西省阳泉市的车牌号码，辖区包含盂县、平定县、矿区、城区、郊区。阳泉市位于山西省中部东翼，太行山中段西侧。阳泉历史悠久，据出土文物考证，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便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。阳泉市地处黄土高原东缘，属于山西东部山地，地貌以山地为主，境内矿藏丰富，现已探明的达53种之多，尤以煤、铝矾土、硫铁矿著称于世。阳泉有娘子关、关山书院、藏山旅游景区、狮脑山森林公园等著名景点，吸引着大量游客前往休闲旅游。